我们这个例题零八就是我讲过的，我们看到这个长相，然后或你的运动的状态。那我也跟你讲过，我们加了一些数字，就可以考一些计算的问题。啊，这就有数字，打点计时器，间隔是二十分之一秒，给了一些巴巴巴的数字，然后就问了这个问题。其实重点是最后一个问题，问加速度。前面这三个题目是要暗示你要怎么做。公式是 A 等于 delta T delta B， 要算出两个速度，然后找速度差，然后去除以时间，就是我们的加速度。啊，所以 A、B 之间一公分，两点间隔二十分之一秒，所以 A、B 的平均速度是多大嘞 ？A、B 的速度啊，停车站借问。零后十。多少？一公分二十分之一秒，这么困难？三、二、一，不用了，坐下。delta t delta x。间隔二十公分，二十分之一秒，每秒二十公分，但是它的后面单位是公尺，所以要换算成变成零点二，每秒零点二公尺。世界超级恐怖简单题。那 B、C 之间比照半里多大 ？B、C 之间比照半里，速度多少？我们换女生好了，女生有吗？十四号有没有题？答案又站起来发呆了。两个资优生都不会，我们班的资优个春天的资优，资质堪忧了。探讨幽默。B、C 之间 ，B、C 之间距离三公分，一样 delta t delta s， 距离是三公分，除以时间二十分之一秒，算出来是每秒六十公分，换成公尺每秒零点六公尺。啊，最后一个 C 数是多少？一样，完全一样，只是算的地方不一样而已。我讲过，这个是为了后面最后一题做准备的，写这个是为了后面最后一题做准备用的。张子明，多少？一个春天的一。二。猪。填充题没有猪。好，一，请坐。一样 delta t delta s， 现在呢 C 之间是五公分，二十分之一秒，所以算出来是每秒一百公分，单位要变成公尺，所以是每秒一公尺，每秒一公尺，所以答一点零。然后重点是这个加速度嘞，就是我前面告诉过你的做法，这种 ST 图。S 的表格，我们的打点计时器时间间隔一样，要问我一个 A， 我们讲了几种方法给你看，那我什么减两次的那个方法，或者是我现在教你找到两个速度去相减，那我要你找两个相邻的速度，就不要动了delta t 了，要就是上面多少就多少，不然你如果跳一个的话，那要变，那很讨厌麻烦。加速度多少？delta t delta v delta t。速度变化量去除以时间，就是我的加速度。就这样做，找到两个速度相减 delta v 除以间隔时间，就是我的加速度了。我醉了。林月仪，李宗尚，零点几？你做零点四，请坐。我跟你讲过，我教你的做法，除了我讲了很多做法，什么减两次那种随便。那我基本上教你的做法就是带到公式 ，A 就是 delta t delta b， 速度变化量除以时间，找到两个速度有个变化量。再除以 delta t，
所以前面 AB 跟 BC， 我告诉过你，找你让你找那两个相邻的，因为找两个相邻的 delta T 就是上面是间隔多少就带多少。如果你跳一个再找，那要变，那很讨厌麻烦，就不要管这个。所以我找 AB 跟 BC， 我不写过，我刚算出来，我怎么会准备嘛 ？AB 是 0.2， BC 0.2， 又带公式 delta T delta V。后面减前面 0.6 减 0.2， 间隔就是它上面说20分之1秒，所以答案就叫做分，那就是8公尺秒平方，单位注意秒平方，秒平方，因为它有两个 delta t， 你这样做完就好了，这就是基本的做法。这种题目很爱考，打点计时器。给了 ST 的图形或表格，请问你它加速度有多大？就带那个 A 等于 delta T delta V， 找两个速度去相减，再除以时间，就对了。就这样做，完全不难。敲文无难无问题吧？好，很好，请写课堂练习。